那你最讨厌的女明星是谁？女明星哦，最讨厌哦，露露吧。为什么讨厌露露？没有，因为他还没请我们，他拿那个，他拿青葱还没请我们吃饭。等一下，不要乱打，你毁了他，你。现在蛋还没熟啊，阿北死了啦！蛋的因为落屎啦。不行啊，我现在没办法让他熟，他就已经焦掉了。再点，直接给他用水煮了就对了。等一下，你们都要吃哦。哦，三道都要吃，好不好？这个黑暗弟弟不要吃啊，那个对小朋友不好，那个没有熟啦。我们欢迎九一。你们这首歌我知道是周杰伦帮你们做的曲，填词是谁填的？我们三个填的。我看到你们三个，我觉得我离周杰伦又更近一步了。对。你怎么要到周杰伦帮你作曲？这不是要到，我的本尼公。他有没有歌写不出来的时候啊？他都说没有啊。他脾气私下人是怎么样？他有过好好到很难搞吗？完全不会，我不会去打扰他。可能通常他会自己找我，我就很开心这样。那你跟他是怎么认识？跟他、啊、有一次他突然密我，问我要不要去看电影。他约你去看电影？就是问我明天有没有空。我想说是假账号，我就赶快拿有经纪人看，他说现在 gay 在给他密。心情没有小鹿乱撞吗？没有，后来他看电影整部都坐我旁边啊，我很多话想要跟他讲，可是就想要算了。你最想要对周杰伦讲什么话？哇，谢谢，等他回来再请他吃饭就好了。哇，好好哦。演艺圈最大八卦，哇，很严重哦。我刚刚来路上在旁边的 Seven 大便，我不好意思来这边上，因为这边很多粉丝。演艺圈你最讨厌哪一个男明星？讲哦，不要紧张。汤姆克鲁斯，当初成龙靠替身，我就觉得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？好烂啊！那我不想看我。你最讨厌的女明星是谁？女明星啊，最讨厌哦。露露吧。为什么讨厌露露？没有，因为他还没请我们，他拿那个，他拿青葱还没请我们吃饭。那我们等他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再原谅他这样。我们现在讨厌他，等他请我们之后，我们就原谅他。等一下，不要乱打。你毁了他，你。现在蛋还没熟啊。阿北死了啦！蛋的因为落屎啦！不行啊！阿蛋的，不好吃了。等一下！哦，我的老天哪！等一下，好黑哦！等一下，我现在没办法让他手，他就已经焦掉了。再点，直接给他用水煮了就对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镜头带一下。等一下，你们都要吃哦。不要。哦，三道都要吃，好吧？这个黑暗弟弟，不要吃啊。那个对小朋友不好，那个没有熟啦。落屎落他们的那个不好啦，不要啦。